妙妙，左先生你好。 你好，郑磊。你好，快进来吧。这个世界真的很小啊。嗯，我以前在住楼上。啊，哎，他现在还住在这。啊，我一看地址啊，真的吓我一跳。对对对，我们都已经搞错了。啊，你看啊，我下午还约你吃饭呢，这就叫缘分，你躲都躲不了。对对对，缘分缘分啊！哎，来来来，欢迎妙妙啊。 来，欢迎妙妙的老爸，欢迎，这位，他是我爹地。啊，我们是一家，我们是一家。啊，两个爸爸呀？啊、那谁是妈妈呀？妈妈在加班。哦，加班呢，那改天叫着一块儿来，我还没见过呢。<笑>我见过，上次毛豆跟妙妙在学校打架，你没空，我就替你去了。那天妙妙的妈妈也在。毛豆，你还跟女孩子打架？ 他冤枉我哎，不过后来又饿上言和了。哎呀，妙妙啊，那以后你们要当好朋友啊。嗯，哎哎，大家别客气啊，快吃快吃快吃吧，尝一尝我做的小菜啊。哎，吃饭吃饭。来来来来来，郑磊你多吃点啊，你尝尝这个虾饼，我姐拿手菜特别好吃的。谢谢妙妙，给妙妙。然后妙妙也吃啊。我都饿，你多点东西好吃。这木耳很清火的，哎，不行不行，你得多吃点，多吃点啊。 啊，对，还有那个豆腐，就清热豆腐也特别好吃。哎，小姨，你为什么只给磊叔叔家，不给我家呀？你都那么胖了，你少吃点。好了好了，哎，还有这个鱼，这个鱼清蒸鱼特别的好吃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吧。我自己来，可以了。这个豆腐太多了。哎，索先生，你吃啊。哎，妙妙你也吃啊。嗯，还有这个鱼，这个鱼清蒸鱼特别的好吃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吧。我自己来，可以了。 哎，不行，多吃点，多吃点，来。这么努力啊，没工资加的。嗯，我发现你每天都会在不同的时间回来加班，有时候9点，有时候又8点，有时候又10点的。最奇怪的是，你总是能知道办公室什么时候会清空。 说个秘密啊，别说出去。嗯，其实我是个外星人，我有透视的。哦，真的，还有外星人呢，有一项高科技，他们的手机可以跟公司的摄录机连在一起，这样子就可以掌握公司全部的动态。<笑>你自己都编不下去了。<笑>什么时候开始那么关注我的？你别想太多了。嗯，好吧，那一会儿你忙完了，我们去宵夜。 嗯，好吧，那一会儿你忙完了，我们去宵夜。嗯，不用了，我这儿还要忙。小孟董事长，嗯，我最近犯错误了。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刻意和我疏远？你是故意的吧？陶总，你是我的恩人，我对你只有无比的感激和尊敬。但是我这次回到上海，是铁了心要好好奋斗的。我想给妹妹一个家。 所以呢，可以和你走远是必须的。一方面呢，我现在在你手下工作，我不想给你添太多的麻烦；另一方面，我想要靠我自己，你为我做的已经很多很多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也应该有你自己的生活。还有一方面，你讨厌我，你烦我了。我没那么说。那你就别把我赶出你的生活，小萌。 我现在特别习惯你依赖我，我发现我也开始依赖你了。陶总，这里是办公室，你对我讲这种话是不太合适。特别合适，明天同事多的时候，我想再说一遍。
浩然，你是我的恩人，你是我的哥哥，现在你又是我的领导。但我最确定的一点是，你不会是我的另一半。我现在非常确定的一点是，你会成为我的另一半。当然了，你现在没心思想这个，我可以理解，我可以等。你别等了，你等不到的。你应该找一个真正适合你、真正爱你的女人。干嘛呀？我已经找到了，非常非常的适合。你接着工作，我接着等你爱我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你不是也没走吗？我有一大堆合同要修改，我还签字呢，一时半会儿走不了。再说了，老板都还没走，我哪敢走啊？老师，别太累了，奥斯顿我最倚重的就是你了，你要是累垮了，谁帮我挣钱啊？为你工作嘛，乐在其中。人除了工作呢，还应该有点其他乐趣。那你要不要留下来陪我享受一下人生乐趣啊？哟，女强人学坏了。你除了工作还有什么乐趣啊？是什么？今天一个客户送了我一瓶法国波尔多的红酒，要不要一起试一下？好啊，你最近欠抽。你有什么仇啊？小萌还在外头呢，要不要叫他一起加入？介意吗？当然不介意啊。小萌呢？回去了吧。会那么快啊？下药了是吧？为什么我感觉上头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忘了，有客户。我先走了，回头再陪你这个享受这个人生，好吧？不好意思，你来。陶然，敬你。
你怎么这么晚过来了？刚才吓到你了吧？没有。还没有，手机都落下了。刚刚那个充电给忘了。